那我们镇阳将弟兄们，头破断，血可流，面对邪恶。这哥们挺有意思的，这些台词我哪学的？坚持，坚持，只有坚持才是胜利。为什么神话？有你这么打架的吗？谁要是再作弊，谁就是孙子。哎，你放心，不会了，对不起。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，握个手吧。啊，啊哥！哎，小建哥，建哥，建哥，救救我们！下次再敢来买，我弄死你！滚！滚蛋！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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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没事吧？有事啊？这些汽水还有血条还没结钱呢。我去。好。你过来。我是受害者，他们才是坏蛋啊。你知道有多少人担心你吗？今天要是没有人帮你，你该怎么办啊？下次再有这种情况，看我怎么修理你。你吓着他，是他吓到我们了。这混社会的小剑哥就是不一样啊，放起话来比谁都狠。西西啊，别害怕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，这人家爸爸是烈士，说话充满正气，很正常。这不像有的人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说话一口气。你再说一遍。郭小贱，小贱哥别冲动。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去给我小贱道歉。小小，你怎么也向着他说话？你没听到这些混混管他叫小贱哥吗？他就是一个混社会的，每天打流不正业。因为他仗义，他有正义感。他把西西吓成那样，他就仗义。好，我们走。哥。还有血呀、啊！嗯，等等，我看，哎，疼，疼，疼，哎，帮我扶住他！哎，来来来来，我们正阳街打架的规矩呢，只要是破了头，就必须得赔鸡蛋，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干的，但是不打不相识嘛，又要给你们送鸡蛋过来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走吧。别把曾航的话放心上啊。当然，我只把你的话放心上。做什么事情呢？心里都要有把尺，有个度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保护好自己呀，小贱哥。知道了。
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怎么不回家呀？我不敢回家。走。谢谢啊，别送了。好，走了。再见，东哥。再见。谢了。嗯，好嘞。来，擦擦脸。小姐，我再也不要回家了。你想在这儿待多久都可以，但是你不能跟家人真生气哦。我妈她就是不喜欢我，就是偏心哥哥们。那可以喝了。我不喝。确定？确定。好。哎呀，那这杯福牌麦乳精我喝了。好香啊，小姐，我还想再要一杯。好。哎，这个可不能喝多了啊，最后一杯。不是我喝，我想给小剑哥喝，谢谢他救了我。哎，怎么来这么晚？有些突发情况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了？找我来干嘛？你看一下，这个人熟吗？马皮，27号和他交过手。上次不是说过吗？黄毛的事情。我知道，老鼠虽然被抓了，马皮背后的人还没被抓出来呢。你明白就好。所以这一次。是把马皮揪出来。是的，不过你得先和他做朋友。朋友，我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朋友了。小金，你记住，正义、公道还有真相，会永远都是你的朋友。你是说，小剑哥是为了帮你才打了那些坏人？嗯，我当时觉得自己死定了，那个铁门我也钻不过去，最后小剑哥竟然赶来了。以前看电视的时候，我总爱问这是不是坏人，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混社会的也有好人。混社会？嗯，小剑哥嘛。所以啊，人是不能被简单定义的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嗯，所以说小剑哥是混社会里有情有义的好人。哼，嗯，是不是因为我曾航哥才骂小剑哥的？我当时想说是小剑哥救了我的，可是没事儿，当时现场太乱了，现在搞清楚了就行了。西西，你能告诉姐姐实话，你真的很棒。可是我跟我妈说实话，我没偷钱，为什么我妈不夸我很棒，还要打我？我总听她跟爸说女孩子麻烦，我妈她就是不喜欢我。哦呦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，女孩子更要坚强的，西西乖啊。我们遇到任何的委屈和不公平的事情，不能只会哭鼻子的，听见没？嗯，就算改变不了别人的眼光，那我们也要勇敢地证明自己。哦，乖乖乖，不哭不哭。妈找到丢的钱了。小小姐。
乖乖乖乖乖乖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我说：“哎呦，还渴呢，不让我省心的。”啊，受委屈的小姑娘回来啦！好耶！哟，这怎么还麻烦小小姐送你回来呀？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！妈丢的钱找到了，还我发卡。摔断了，妈妈答应你，给你买个新的陪你。哎呦，你怎么还哭了呢？我答应你了，我要给你买个新的陪你的。我不要，我就要这个。哎呦，什么就要这个呀？我还没问你呢，那个发卡从哪儿来的？你这浪费钱。这是你给我买的，你都不记得了？我还以为你给我找到了呢，结果你说是我偷的钱，我没偷钱。这样啊，我就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乖，妈妈去给你做鸡蛋吃，好不好？你是吃煮鸡蛋，还是吃煎鸡蛋，还是蒸鸡蛋？我不吃，你错怪我了，你都不跟我道歉。大人犯了错就可以随便打发过去，我们小朋友没犯错都要被误会打一顿，太不公平了。我觉得西西说的对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大人也是人，他们也会犯错的。那要是他们知道自己错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原谅他。大点声。原谅他。对了，聪明。哎呀，那行了吧，西西说的有道理。好，那妈妈给你赔个不是。跟你道歉。那妈妈，现在可以给我做鸡蛋吃了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吃什么样的呀？煮的、煎的还是蒸的？嗯，煎的，还要淋点酱油。行。小小，谢谢啊。小小姐好厉害啊，简直就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。这么说，对三，管上。对六，小，胖子怎么了？小燕子，外面有人找你，我看是不是来找你麻烦的。找我麻烦，我正烦着呢。怎么了？找我干嘛？你就是欧小坚啊？你谁呀？打马匹的人是你吧？打？我怎么可能打他？我想和他做朋友。我们也想跟你做朋友。你就算了吧。你干那意思？我没意思啊，我只是不想和是非不分的人做朋友。我听马匹说，老鼠进去以后，你就开始抢他的生意了。这么做，有点不太符合规矩吧？所以我今天来，是想要你的手。干他！拿着！我告诉你，马匹要是没问题，我欧小燕这只手送给你。来人！
阿飞不是是非不分的人。今天我给你个面子，等我把事情查清楚，再来取你的手。走！正好去练钢琴了，孙孙去练羽毛球了，大福要参加羽生的普通考试。可怜人呐，你们这些满天高考的人呐！老大，你这期末成绩太差了。姐，能不能让我们排第一会儿？少笑我，我这次考的还不错呢。多少分？89分。看看人家，多分？39分，你竟然给我弄成了个89分！你说你不学习不好也就算了，都学会弄虚作假了。我今天要是不教训你，将来你考个0分，你还不给我改成100分啊？妈，看你别打我！站住！你听我解释，考试之前我是你们一级保护动物，考完试我成了野生动物，现在成绩出来了，我成了害虫，你们能不能讲讲良心啊？你一讲良心，我们省吃俭用供你读书，你说你把这书都读到肚子里去了啊？你连你姐姐的1/3都不如我，我今天要是不教训你，我随你姓。你给我站住！哎呦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我不想读书，家里有我姐读书就行了，我不想成为跟她一样的人。那你想做个什么人？别喊了，再喊全街都知道马达达又不及格了。对，别喊了。你，另一侧坐。照你姐姐说的去做，凭什么？我都放假了，我要休息。都考成这样了，你还休息？你，就你这户了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你是我女儿。早餐买回来了，都下楼吃饭吧。我不吃，饿死算了。你们就偏心，我都放假，我要休息。哼！我说。上去劝劝大大吧，劝什么劝？我没打死他，就算仁慈了。不，小小，吃饭。看他们能坚持几分钟。吃不吃饭？我不吃。你要不吃饭，就把那题给做了。我不做。我为什么要当听你们的？小胖子了，这胖点好啊，胖点才有福气嘛。我才不要呢，这福气你自己留着吧。胖
今天我不在家的时候，记得准时准点喂他妈。好的，哥。阿豪，怎么不叫妈妈给你喂啊？我看你对鱼比对人还要好。妈，上次哥哥去上海参加比赛，就两天时间，你就把鱼缸里的鱼都喂死了，谁还敢让你喂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放心吧，哥，我一定把他们喂得白白胖胖的。嗯，你们都要一样，白白胖胖的。啊，你说我胖？舞蹈演员周杰将于本周到广州进行舞蹈演出，他的舞蹈作品不仅享誉国内，而且应邀在法、德、澳、日、英、丹麦、东南亚、香港国家和地区的大剧院上演。精湛的演技倾倒了成千上万的观众。妈，你不是年轻的时候就会跳舞吗？给我亮个相呗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是吹的，你妈年轻的时候跳舞很好的。哎呀，我就想看看，快点亮一个。给你讲，这个姿势很重要的。哎，怎么样，还行吧？妈特别美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那个年代，女人有女人的涵养，男人有男人的度量。我觉得你们现在的人啊，没有我们那个时候的姿势好看。妈，妈，我就不吃了，我一会儿准备上学去了。你干嘛那么急啊？啊？我一会儿还要去天河体育中心那边考试，北大在那儿设了保送的考点。嗯，那我和你妈陪你去吧。不用不用，有老师带队的，还有同学一起。对了，爸，今天晚上我就不回来了，明天一早回来。还住一宿啊？你带点钱吧，出门备用。快拿去。哎哎哎，拿着，路上吃。对，路上吃。谢谢妈，但是我真的不吃了，我吃过点心了。那我上去收拾收拾。哎，行行，加油，我们全力支持你。谢谢爸。马大胆，你暑假把那几本练习册做了，那你肯定就会有进步的。这不是做不做题的问题，是妈太偏心的问题。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姐，你帮我把外面的白裙子收一下好不好？嗯，好。哎，达达，你干嘛呀？你毛手毛脚的，不用你帮忙。等等，我去图书馆学习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裙子不穿了？穿了。达达，干嘛去啊？我去图书馆。图书馆？等等，干什么去？照你姐姐说的去，给我复习去，听见没有？没看我背书包吗？我去图书馆。老易，你车学的怎么样了？还行，挺好的。挺好的。嗯。那你该出去跑长途了吧？嗯。学车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还得学货车维修，还有那机械原理什么的。革命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啊。就是，老师说了，
罗马也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。哎，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呀、啊？老易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别到时候学车的钱花了，车门朝哪边开你都不知道啊。这还不可能、啊，西西都知道，车门朝外开，对不对？看我干嘛？哥，我们是放假了，但是你还得上课呀。爸妈，我去上学了。哎呦，喊什么喊呢？带几个叉烧包走啊！后面往里坐坐啊！哎呀，坐往后走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干嘛呀？这怎么是什么开的？你干嘛？你想偷我东西？就这！敢吓他！就这！吓他！哎，吓他！同学，虽然你钱没丢，但是还是得陪我们先做笔。新阳叔叔，我钱真的丢了，我攒两年零花钱，丢了。这小偷不是已经抓到了吗？钱怎么会不见了呢？我不知道啊。会不会是在车上抓小偷的时候弄丢的？我怎么那么可怜，让个小偷把自己钱弄丢了？曾恒又获奖了，还有隔壁班的马小小。哎，这些人呐，我们是赶不上喽。好。你是不是要去练琴啊？我帮你去翻琴谱吧。哎，干嘛去？我准备去天河。你去天河干什么？北大的保送考试，我想试一试。北大的保送考试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这是尖子生的考试，我们的成绩连知道的资格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哎，不过两天我再赢两场羽毛球赛，我也能保送。哼，加油。小小，快走吧，巴士要出发了。哎，来了，走了。小小，加油！走，复习去。啊？我一定要追上马小小。小小，这次考试你要加油啊！你也加油。我去试水的。试水？啊，这次我是去国外大学招生办报名的。哎，反正也是明天考试，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。我就算了吧，就北京我妈还念得不行呢。再说了，国外我也不想去。是因为欧小健吗？潇潇已经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了，而我好像怎么努力，成绩都还是老样子。我真的能够去北京吗？那个时候的我，不禁对自己产生了质疑。
比一场啊？不比了，你自己打吧。认输了？还是高考压力太大，看别人都有出路，自己心里着急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这个年纪，不就这点事情吗？也是啊。做自己，别管别人说什么。啊。暂时落后没关系，勇往直前就行。慢慢吃，吃完回家。我不回去，我们家都快急死我了。我看你还挺活蹦乱跳的呀。那是因为我坚强。钱包的事情我们记下了，啊，你先回去等通知吧。你呢，就下次再离家出走吧。我有什么命啊？连离家出走都等不成。哭啊啊！我哭都不让我哭。哎，要不你再吃点东西。啊，要不再喝点水吧。哎，赶紧吃，赶紧吃啊！吃完回家啊。哎，马同学，你确定你的钱都掉了吗？嗯。这不是我的钱，小偷送你的呀。我得赶紧回去了，哎，让你娘说。要不要我送你啊？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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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万一小偷图我找你报复就麻烦了。我家离这很近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上一回说到，群雄们见童家兄弟这么直爽无忌的说话，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的确，肯定到外面来人了。谁呀？不是。建哥，对不起了，我撒谎了。看来我这手难留着了。长错过的渴望，风中睡着，是我不安划过的年少。绿荫的小巷，呢喃山川，转角的头望，
你身上的光，追逐的追逐，总是不能抵达，简单的一句放下，后悔。角落，朦胧中无言脆弱，徘徊有微光闪烁。往后是你流浪的一场欢喜，就让那些不安分的角落留下我偶尔脆弱，时光遗忘的痕迹。